他去自首了，还没找到儿媳妇吗？不过听说他昨天去幼儿园找过夏恩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夏恩是黄延秀他的女儿。什么？你老公都知道反省，去自首了？你怎么可以到现在还这个样子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样就结束。我都努力才拥有了这些，我可是赌上了我的一切，怎么能就这样结束？明天晚间7点，相信爱情，精彩大结局。